这对讨厌拍片遇到了谁？讲讲。这话他就直接用手就这样抓我胸。哦，这样子抓吗？他就直接从下面这样抓啊。他叫过我名字三次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再次叫醒我。喂，对，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什么东西？准备好继续大考。什么东西？就现在开始的问题，你有三次可以 pass 的机会。所以有几题？20题。啊，很多哎、欸！四题三次机会哦。没错。一下就用掉三次，然后后面我没办法回答怎么办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呦！第一题，你第一次爱在哪里？第一次爱在我家，然后我已经在我家。第二题，你的刺青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或意涵吗？胸部的，就是我要提醒我自己不要太温柔。第三题，你最喜欢什么机位？当然是后路啊。第四题，你最满意的一次是跟谁？我可以成为你最满意的一次啊。我可以跟自己吗？啊，然后拍片的话，再来。第五题，你挑战过最特别的场地在哪里？就在那个车子上。尿尿无聊，车子。啊，没有一张啊。第六题，那怎么样才能约到你呢？我很难约啦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有买我抱抱会方案的飞机杯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一定要先买，当然啦，买十组，口说无凭。老师，我买十组可以先预约前面号码一点吗？我，你一到十号。第七题，男生在床上要怎么样才能征服你？可能要比较 S 一点。他多 S 啊？哦，可以掐脖子，掐脖子可以，然后可以打屁股，打脸，打脸我打他、啊，真的吗？打出来 S 成功。第八题，这对讨厌拍片遇到谁？讲讲，看他怎么了？哦，有一次拍摄的时候全程假的。那你有什么可以鼓励他的话？加油！干嘛的呢？第九题，啊，人家偷摸我啊！你可以还原一下当时的状况。刚刚我另外一个朋友敬酒，然后他是坐在我前面，我跟我朋友是站着。结果他喝完酒之后，他就这样看着我，就后来他就直接用手就这样抓我胸。哦，这样子抓吗？他就直接从下面这样抓，然后我就这样打他的手，然后我朋友就打他的头啊。后来呢，第二次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在旁边，我们两个在那边跳舞，他就从后面摸我屁股，简直不可以耶！然后摸了屁股就算了，就转过去，他就一样就是那种。的样子，然后后来有一个妹妹来找我，她要把我那个妹妹抓到她旁边坐，然后后来我就打她的手，然后她就抓我另外一个朋友，我那个朋友就把她反击嘛，她就跟那个服务生讲说，哎，你可以请她离开这个包厢吗？这个我不行嘞、欸。然后那个服务生就这样看着她，然后再看着我朋友，酒醉了不要理她。但我觉得你还算很温和的。最后我受不了，原因是因为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在包厢旁边跳聊天什么的，她竟然可以就是隔着两三个人的距离，就是摸我的腰。跟你讲，下次一定要带我去。打掉他的手嘛，然后转过去，我就是找人在哪里。后面他的距离跟我超远的，然后我就走过去，我就用力推他，他就傻眼嘛。我就说我跟你认识吗？你前面摸我胸部，摸我屁股，我就算。现在在摸我的腰，我说你什么意思？就你摸了摸了就算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推他，我就差点进警察局。我觉得你太温和了。没有，是因为我朋友把我拉开啦。我就说你不要把我拉开，我就直接用靴子踢他的。这样子是？当然啊。那如果是费雪他遇到这个问题，你会怎么？我一定直接猫他一拳呢、欸，抓胸部那时候就开始猫了嘛。哎、欸，抓胸部已经很 over 了，还是这样抓哎、欸，没办法，下面往上猫爆他，最讨厌这种了，然后又自以为他自己多帅，8+9啊，哎呦天哪，年轻人呐、啊，第十题，你是真的想要跟郑嘉欣拍片吗？当然不是哦，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，不干我的事，真的。第十一题，你最讨厌的女优是谁？嗯，我最讨厌的女优吗？第二讨厌也可以。有第一讨厌哦，有啦，他自己也知道啊，是有原因的啦，不算是有讲开啦，有啊，讲开有讲开啦，还好，其实已经和好了，算吧，因为自从那次之后，就是讲开之后，我们就没再遇到了。第二题，你最讨厌的男友是谁？没有呢，我都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好，除了金红以外。他叫过我名字三次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再次叫醒我。身高170公分，体重55公斤。第13题，你最讨厌自己拍过的哪一部片？我想一下，我拍了什么？我需要用这样唱歌的吗？没有。最喜欢的呢？最喜欢的夜母。嗯。陈圆圆。第14题，落落雨，你还会拍 AV 多久？2-3年吧，因为
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差不多了。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女优的寿命啊，有一个时间，对，他说在两三年。第十五题，你肚子饿吗？不饿。你不肚子饿吗？好饿。嗯，那你打不要吃哦。第十六题，可以给个福利画面吗？第十七题，你拍摄的地雷在哪？知道。嘿，捏奶头，没有错。太了解你了，捏奶头就往上打。第十八题，谁好看跟瘦很丑，选一个。谁好看？我刚刚想说还有其他的选项，没有，就这两个。谁好看？第十九题，说出三个偷约过你的。真的啊，约过，很常约啊。但你现在变得很难约。再两个。再两个哦 ，Yuna， 她现在很难约。也很难约。哦，最好约的就是金狗。啊，最难约的就是我的老伴，他超忙。有时候跟他约时间要谈事情，要等他回应。今天说你办抱抱会，哎呀，那他抱抱会给你干嘛？他是跟我抱抱啊，可以看到我的本人，我本人哦，也可以看到费雪娜。对，还有我也会去，会在各个角落裸体去吧。OK， 嘿嘿嘿，正经一点。他抱抱会会在什么时候？会在哪里？在信义七信义区。信义区要关注我们的 FB。那他要怎么样才能参加莫伟的抱抱会？哦，这个很简单，就春社的官网里面呢，你就可以去爬一个叫做梦露飞机杯，然后你点进去呢，不是只有选飞机杯就好了，加抱抱会，然后你就确定购买那个，你就可以去参加我的抱抱会。啊，那个链接在下方置顶留言处。当天可以跟梦露有合照吗？绝对可以，只要你是购买正版的飞机杯，没错。你要怎么证明呢？就是如果你买了，私讯我们的官网的客服，跟他讲说你有买飞机杯，然后收到订单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当当这两款其中一款到现场，拿着这个给我签名，然后也可以跟我合照，要跑跑跑。可以像60秒是什么？当然是跟我呢，在一个秘密空间里面，可以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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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干嘛就干嘛，就十秒。怎样才能行？哦，我们会抽签。对，我们会做一个签筒，只要有来参加的啦，然后我们就是会给一个号码，神圣的号码牌。对，然后你那个号码不能丢哦，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有号码放到签筒里面。就是这位朋友就可以跟你进行神圣的60秒，没有错。记得手要洗干净。那买越多可以抱越久吗？可以抱多次一点啊，最好是买多一点。那每一次都可以久一点。听说还有一些神秘嘉宾，那神秘嘉宾会有谁？其中一个就是他。这样讲出来就不神秘了。我们当天会装扮的非常特别，对，然后还有其他线上女优也会去哦，对，一些知名人物，对，很红的网红也会去啊，哦，好多人呢，当然一定有了，哇 ，CP 值太高了，绝对要来，不来你会后悔。详细的资讯呢，就请关注我们的思春社。好啦，我们就到这里喽。是的，我们在思春社。你是不是觉得念这个很尴尬？你念一次，我们在思春社。没有，你要讲是的，我们在思春社。是的，我们在思春社。为什么觉得有点咬舌头？是的，思春社。嘿 ，OK， 思春社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嘴巴才好念啊。